我愿称之为天降机枪人啊，因为上期那个视频嘛，我管他叫空投机枪了，感觉啊，空投机枪那不是喷火吗？不能代表我这个套路的恶心程度，所以我以后要叫他天降机枪人，还是原来的套路，机枪妹加上马机，直接跳到这个充能塔开始充能，然后直接飞起来开始找人啊，找到谁就算谁倒霉嘛。钢枪伞落地啊，别人的枪都叫什么莫桑比克啊、小帮手，我的枪叫塞拉啊，我有一个塞拉，谁能想到？哎，这边有人，这边左边啊，就去那边，就去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就去那边，那边吗？对，注意，随时可以点燃。飞房顶上，两个，我飞房顶上就行，你随便。请注意空乘人员，他们正在演示。我飞房顶上就行，你随便。我要去房顶，我需要去房子里面找东西。爆炸超市，哎呦，干，超市那边。莫桑比克，点湖心。正在投放强化掩体。和平捍卫还有吗？斗子破甲，你出去，出来！别了，我要跟他真男人单挑。莫桑比克，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真男人啊？干！哎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套路，不妨为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吧。或者你想跟哪个好朋友？